主料橙子6个，西米20克，辅料糖。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好若干冰糖橙，果肉取出，切成小块，放入豆浆机榨汁机，加入适量水，豆浆机调到果蔬冷饮，等待榨汁完成，取出过滤，放入适量白糖。准备好制作好的西米，西米和橙汁混合在一起，大功告成。烹饪技巧，西米有两种，一种是小的，一种是大的，买小的来煮比较容易煮，大的耗时要久一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